欢迎各位再次收看我的玩具开箱时间，我是胡福骑射。我这一阵子身心俱疲，其实心里还好，情绪还是蛮 OK，但是在体能上呢，觉得也非常的衰弱。然后由于现在是这个肺炎的高峰期，我觉得应该是稍微有点下降了，但是以目前每天，今天的时间是6月9号，每天还是有7万多人确诊，目前已经累计超过100多万人确诊的状况下，以我们公司来说的话呢，我们部门大概有1/3的人是确诊中或确诊过了啊。那我目前的话呢，虽然都怀疑自己是不是，当然每个人都会疑神疑鬼啊。那我比较疲劳，但是我还是不敢，没有那个勇气呢，给自己做一个快筛，所以我也是一个嘴巴说说而已，其实是不敢面对自己人生的人。那最害怕的呢，莫过就是得了之后呢，听说会缩短，就是寿命，有可能当场登出人生。所以，就目前来讲的话呢，我就感觉很疲劳，然后有收到一些新的玩具，但是，没有很多的力气，去钻研它。那么我今天的话就挑一款已经给之前做过的，这个是 Angel Engine，就是天使引擎的一个日版配色版本，是阿帕奇推出的。那阿帕奇推出的玩具的话呢，在我想在玩具的这个用料质量上的话呢，应该是比较没有什么问题。那这是一个日版的配色，那而我自己的话呢，其实并没有日版的配色，就是领袖之证正版。First Edition RC 的日版配色，那我们先做几个简单的对比好了啊。我们先对比他们之前推出的 RC 是用了一个金属配色板，它的配色呢非常的亮，而它更大的一个毛病呢是它的身上有一些关节很容易就去松脱到，然后这一次的话呢则做了一个很大的改善，然后在前面的挡风玻璃也从水蓝色变成了是黑色，还有车子前面的这个挡泥板之前是一片黑。然后呢，它变成了是蓝色，然后再多了一个粉红色的金属色点缀，以及后面这个地方挡泥板的部分呢，也变成了蓝色，现在都是一片黑啊。那其他还有机器人的部分，手掌这个地方啊，原来是黑色，这一次的话呢，也加上了金属蓝色的涂装。然后呢，它的配件呢倒是也没有少，一点都没有减少，还是有这个大刀，还有这个是阿帕奇特有的小刀的部分。那另外的话还有配枪。然后配枪的话呢，相较于之前的金属配色版本的话呢，它是透明的。这一次的话呢，则变成了一个比较普通的金属的蓝色。它还有附带一个粉红色 RC 的头雕，可以给各位做一个替换。那我们也对比一下吧，因为可能很多人对先前的这一款金属的配色呢，觉得它的山寨感比较强啊，看久了确实。会有那么一点感觉，但是呢，它在特殊打光的情况下呢，其实也是有一番真正机器人的感觉，但是呢，在打光上面的一个要求会比较高一点。那我们对比一下，它跟我手上的美版，就是当时首发版的美版，然后对比一下，你就会发现呢，这次阿帕奇的配色的一个蓝色的话呢，是金属的，应该说是金属的蓝色的感觉比较重，相比之下的话，这个美版的塑胶的感觉就变强了。还有，但是它这个消光的感觉也不能说不好看。那再来就是这个啊，刚刚有提过了一些配色上的改变，像挡风玻璃的一个变化之类的。那在配色的话呢，待会在机器的状态下呢，会做一个更加全面的对比。然后轮胎的滚动性啊，变形的一个紧实度的话呢，这一款的话呢，都比先前的这个金属配色感觉好上更多。虽然已经给各位示范过很多次啊，但是呢，好像节目里头呢没有演示到变形的话呢，就觉得好像不是很对劲啊。那我们先把这个地方给打开，这里松开，这边另外一侧呢也是一样的。我们先把这个锁扣解开之后呢，我们这个人物的腿呢就可以向下拿出来了。我们先把腿部给完成好了。腿部的话呢，两侧呢给分开，我建议呢是拨住这个地方，往两侧呢把它给扯开来，稍微的要用一点力啊，这个也是比较紧实一点的。我这个指甲好像又受伤了啊，这个把它给弄开来。如果说因为它这个卡的是比较紧，如果说真的是打不开的话呢，就建议各位用道具了啊。然后呢，把这个部件往外翻出去，那这里有一个双动关节，先把这个双动关节提上来之后。再上来这边，然后呢，把这个轮胎给放到脚后面去啊，
当然这个鞋子的话呢要放出来，这个地方退回去，把这个半个轮子给放进去。这里的话呢，当年的正版呢，在这个地方呢，第一次变形的时候呢，有一些惨剧哦，有一些人是这个双动关节呢会断掉，但是阿帕奇的这一款呢就没有这个问题啊。来，我们把这个部件的话呢往下面折一点，然后呢做一个前后180度的翻转，再来就是把这个头给翻出来啊。在它之前的话呢，我们先把这个两侧给打开。打开之后的话呢，将中间这个部分呢给翻到后方，那这个时候呢就方便我们呢去揪住这个地方，把它给，这个胸的话是先不用放下来啊，我们先把这个地方给打开，整个给打开，头部的话呢就在内侧，把它给推出来。如果这里不好推的话呢，你可以从这里一样是可以达到一个效果，将它的这个头部呢给推出来，然后这个部件呢再往前盖上去，然后前面往下压。包括这个人形的胸部的话呢，一样是把它往前面压下来。那么最后的话呢，就整理一下后面的这个背包。这个部分的话，你可以放横的，你也可以放直的都没关系。这个地方做一个180度的翻转。然后呢，阿帕奇的话呢，在这个手把的部分呢是多了一个可以翻折的关节。比起正版的话呢，它是没有这个翻转的啊。所以这个把手的收纳来讲的话呢，阿帕奇的这个修改，我认为是很明显的有加分到的。在人形的话呢，我们先对比最直接的配色的部分。先前他们推出的 RC 的话呢，是大量的去做了金属感的强化，但是呢，被网友们吐槽说呢，山寨的感觉呢，反正比较强。所以这一次推出的这个日版的配色，大家可以比较一下，你比较喜欢哪一个啊？这个的话呢，也绝对不是说一无是处啊。我认为呢，在某些角度的话呢，甚至某些打光的情况下呢，它还是非常有看头，甚至这种晶莹剔透的感觉也是非常之不赖的。当然，这次日版的这个配色的话呢，我认为吧，它有点类似于，这个是我一个正版的美版啊，它有点像是这两个的一个过渡啊融合体，所以它的一个均衡度也是非常之 OK。甚至在配色上来讲的话呢，它是做了最多的一个补强的，像这个手的这个地方，还有这个手臂的部分呢，相较于之前的一个配色，都是有强化的。那在一个所谓的关节的紧实度上呢，这一款的话呢是先比较这一款，在髋部的话是有所强化了。但是如果你要跟我这个美版的这个正版相比的话呢，还是稍微有一点落差。那我们对比一下正版的头雕，眼睛是这样子，稍微你这个时候突然觉得它眼睛很小，当年觉得它很漂亮，但是你相比较，你看这个头雕。两者的头雕，哎，是不是这一次的阿帕奇的这个是更加贴近于动画里头的表现？然后这个，胸口当然是不会有派系的标志了哦。那相比较之前，它则是一片的黑，这一次的变成的是一个银色啊。那你喜欢哪一个？这个端看个人了啊。那以我个人来说的话呢，我是比较希望阿帕奇这个 RC 这个模具呢，拜托到此为止了吧啊。还是尽快的呢推出你们下一款，不管你是要把 bokeh 的话呢稍微小改模强化，还是推出这个吉岛，或者是大家更期待的黑寡妇，那些才是大家关注的重点啊！赶快推进你们的进度吧啊！那我们就一同来期待喽。那今天的话呢就跟各位进行到这边，非常谢谢各位的收看，我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